提示一下，好的，等等哟。今天我想要看有什么新角色哎，其实，我先领一下信箱的奖励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忘记怎么领了。啊，没物件。Oh my god！这次是我们的女儿，是不是？主角，你这边可以自动装备跟自动强化。然后它其实还有衣柜哎、欸，哇，所以它可以转职哦，这样子吗？好，我们可以接下来开始来介绍职业好不好？侦察猎人，哇塞，可以转职哎，射手职业，射手职业。那我现在练的这一支就是射手。那我给你们看一下射手职业它有什么技能，因为之前没有跟你们很详细的讲职业啦，所以我可能会先把职业讲一讲吧。那职业它就是有没有？它就是拿弓箭手。然后如果你选弓箭手职业的话，我技能给你们看一下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影片先介绍弓手。弓手，也就是我们的弓手职业，然后就可以转职。转职是在跟后面再讲啊，然后之后我们也可以教一些 skin。好，你先实战啊。嗯，其实颇耐玩的啦，看你们怎么 play 啊。诶，那很像有两倍速诶，然后下面还可以跳过。我们这边给他演示一下。OK， 你看这么聊天室，北极大地，嗯，等他不下来。